about you, dangerously. Baby Monster 在 YG 的经营下，让许多人对女孩们的出道充满了期待。没想到金仁成与阿燕在学校的演出上 ，rap 中直接唱出了 The N Word， 最后该影片直接在网络上疯传，让许多人都非常的失望。虽然对于表演艺术者太过于拘束是不太好的，但牵扯到种族歧视总是不好的。希望未来女孩们能够更加小心，别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啦。